行了吗？隐藏分大师也不高呀。那看来这个双排的一个规则还是更加的严格。W 闪 Q， 为啥会带个治疗啊？对手治疗差点给我治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脑子瓦特了你是？哎呦，我这波血赚的，他打乱回城，漏了一波炮车兵，兄弟们。难受难受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两波。技能全接了，哈哈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切蛋蜥蜴在跑啊！哎呦，这他们两个我们追下去就死了呀！这没两个没双。哎呀，别别别别别！于刀尖之上。OK。速战速决吧。别卡我位置！这炮车对我干嘛了？这是啊！走着道路，这炮车对主播动手，动起动，动手动脚的。不干净了。我从不妥协。
不过把石头捋直了说话，兄弟没办法，我感冒了，懂的说法啊，这个叫做甲流。 啊！<笑>一炮三响，给他。感冒几天了？甲流好像说一周起步吧，没那么快啊。 攻速海，这手攻速海认真的吗？ 帅呀，鬼！但是这六百五到我手上还能玩不？想完了，对面跟你说别急，你不是说不急吗？完了，他还是急了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又是一句阴沟里的事。地闪拉开！呜呼呼！呜呼呼呼！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就你会呜呼啊？逮我，逮得住吗？遛你跟玩儿一样，别急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 我吗？我操！吃瓜吃到我头上了！我吗，大哥？啊！ 坏了，这一波他又怪我们中野来了，把他害死了。兄弟，我的，这波不来的话，对面风女技能就中不了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 动手！打我！
稳住心态，什么剧都能翻，这也太难了，兄弟。他们活不长。我说他们怎么进来的时候就在找内鬼？现在有人选了吗，各位？怎么说？有人选了吗？是零杠四还是零杠八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哇哦，爽！好爽！那个怎么办？那个怎么办啊？无处可藏。这个我还真想不到，兄弟。何冰，完了，我上当了，放我一马，我是赌博。哎呦，卡人马，为什么你来了，他们这么多人来？我以为他是来抓中路的，没想到他是来抓中路的。只是我这个中路啊，我是目标吗？他们活不长了。我从不。别杀疯了！啊！啊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自杀了？我去了，是不是也五杀啊？不要妨碍我。专注。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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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永远可以相信叶刀石，我没事，这波走位也就在我的计划之中而已。 还得虚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想跑，你想跑到哪去啊？ 相信难道你不能说相信自己吗，兄弟？捧杀来了，我吗？啊？我？不合适吧？为何将压力交给我呢？ 没事儿，相信难道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 去找滑板鞋，找黑哥。哎呦，好烦！速战速决吧。 放心，交给刀疙瘩。
们说啊，这不值得一波鼓励，不值得一波夸赞吗，兄弟们？零杠八杠一，一杠十三，疯狂给压力。别看我主播十五杠三杠四，我都被骂。团队的核心在里面，面子就是鞋垫子，我都得，我路过了我都得挨两巴掌。真假美猴丸，假的我也要。二十五，我都快六神了，诺手怎么的一剑套啊？哥，你把装备卖了？掉线掉了几分钟吗？队友都摸了啊！速战速决！一波，我也想一波，好像不行，算了，复活的太快了。照到了，被照到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带中是吧？那我就带下我一波喽。不回来吗？不回来一波喽。不要妨碍我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抓我了！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无处可藏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八刀马上好，磨刀石。来喽！又是。创造奇迹。创造奇迹，创造未来，炒饭大师啊！你放心，
只要刀杆的还在，我们就不会放弃。520，带给老胡，我操！天时地利人和，520，上上把塞拉斯666发枪，这把520攻击力。 极限拉刀，这波的 W 在缺陷，这对智商有缺陷呐，哥啊！ 要翻 ，OK。 哎呦！反正死了，赶紧拔放了呀。算了，下播。 耻辱下播吗？我是说下一波再打，等人复活，还得说的这么细。 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来，想要同框打号福利的兄弟们，小电视1毛钱参与抽奖。
中奖让打中奖就可以让刀杆上你号，同款打号，最高大师，最低黑铁。我们现在就是中奖的最高大师的一个幸运观众。对吧？假如你的段位你的号比他这个还低，把胜率比他这个还低，段位比他这个还低，那你觉得胜率这么高，段位这么高都能这样，兄弟们强行要逆转局势了啊！打得好了还可以上锦啊，这把锦已经上完了，这把赢了不多啊，同意周六。小店是一毛钱卡牌子，顺便抽个打号，兄弟们。无处可藏。让现在韩服最高分的中代男刀给你上号啊！谢亚洲胡歌送的66个小月亮。加油加油！游走于刀尖。我现在被限制完了，他全在出中。全带出周倒还好，关键还给我出个链子是啥？接阿富汗小分队送出66个小月亮。我没有上升啦，快结束吧各位，再拖要翻了，我真的翻中翻。谢99送的66个小月亮。亵渎闪现一波，算了。哎呦，不是死哥，你大招留着干啥呢？多久没放 R 了？不是什么时候还一直在审技呢？赶紧找个机会，好，一波了呀！走啊！谢谢球豆麻袋送出的188个小月亮。哎呦，咋办呢？和平。游走于刀尖上，永不动摇。大师局杀32了还赢不了，兄弟，我不知道怎么赢。主播一直在努力尝试把对面全杀光，那一直杀光了，一直推不了。哦，兄弟6520了。走啊！他们活不长了。
开大师哥，唱歌啊！啊，赢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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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全交闪现，你看枪打猪头鸟，全是交闪。 哇！太恶了，太恐怖了！还有一波，还有一波，哎，我都受不了了，兄弟们。 没有上升了，没有上升了，我的装备卡很久了，能不能让我出第七天、第八天呐？我卖了弯钩买复活甲，我卖了复活甲买弯钩，卖来卖去的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我没有新的装备能买了，主要是，然后他们现在对面一直在进。 一直在购买，装备要跟上了，兄弟，或者说已经跟上了，38分钟了。不要妨碍我，找个机会去偷了。你的愚忠对我。 我毫无意义，就带线了。你们在一起，无处可藏。 你看，有多少人来找我啊？ 你们那边给压力呀？不是吧？速战速决吧！ 冠军，呜呼！说话，刀杆还在中底，操，nice！哇。